金好吗？其他人都会担心你们抖的那个钱，真的会担心你们是不是会不够用，还是什么的。所以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想太多，而是你们的钱给太多，会让我们担心，很恐怖呢。你们真的是很恐怖的人呢，因为要怎么讲，我们都是有赚过钱的人，所以知道钱难赚，所以会就是会担心，你懂吗？不会像一些人，就是可能哦，你抖我钱，我很开心，然后也不管什么的，就是哦，你抖了，你抖就是支持我嘛，然后就不会问后续，也不会担心说钱是哪来还是什么的，因为怕是怕说有些人就是为了偶像还是什么给太多钱，然后让自己好痛，让自己就是生活也过不去啊！靠腰，对不起，原来烧的时候要滚。哦，这样好，我好好奇隔壁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去看一下好了。我来看了，我来看，我来看看看看。怎么样？听说这里很刺激，我来看一下。哦，没有被吓到，没有被吓到。哎、欸，凡家呢？听说这里很刺激，真的刺激到有点怕，太刺激了。看来开刀，好来关心。他已经关台了，还没啊？僵尸王，Red 王，好，等等就再一次回去，看你会出什么状况啊？怕出事情来关心 ，boss 直接不出来了 ，boss 嘞？我回去，我知道了，他是要打开的，做地图加油 ，boss 出来了，我来看一下那个这样改会出什么状况？我看一下他记在玩什么，我的面包嘞，面包不见了。快，两边跑很累，辛苦你了哈。我好奇看一下，因为。他记很早以前就说想做那种会那个，哎，真的有哎，哦，那种类似也是爬塔类的那种地图。哎呦，还没跑完，哇塞啊！哎呦，那这个走位呢，地板就要好好好好好好那个。好啦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OK， 哎呦，看一下哦。献祭，生命上将加25%，这是扣40。我加生命好了。赚钱。辛苦了，也辛苦你的荷包了。啊，你吃完了没啊？胡椒饼吃得饱吗？哎呦，我的腿，没事啦，你的腿。哦呦，蛋奶！啊，中了，完了，一切都完蛋了，我滚！我在滚！不要！不要！不
不是啦，要躲那个远程的真的是很难躲呢。蓄力暴击。啊，走这里。早就吃完再吃西瓜了。你是说吃西瓜吗？哦，拿锤子好爽哦。你是说吃西瓜吗？真的西瓜还有四家，四家我小时候蛮爱吃的，可是长大就不爱吃了。就是四家就是吃起来又很容易烂，所以又感觉不知道在吃什么，吃一口然后吐一大堆汁，吃一口吃吐一大堆汁。我长大后就比较不吃四家了。顿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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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顿。贪婪的盲目，地面上的黄金过一会就消失了，地面上的黄金价值会增加。捡钱哦，氪金哦，捡钱哦，人生啊的。爽哦！我以后拿锤子了。人生啊，当敌人被环境啊，那是什么？火系攻击加30%，献祭鲜血。吃酸呀，酸呀！可是天气热。不太好吃酸呀，吃酸呀会流鼻血呢。酸呀跟那个什么，酸呀跟荔枝会流鼻血。我觉得我要练用虚浮的挡耶。钱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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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啦！有有有挡回去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你们没看到，你们看不懂，算了。好急啊！我一生只留了快，哎、欸，我自从我好像4年没有流鼻血了，以前还蛮容易流鼻血的。哪一个啊？都没有加血量的哎、欸。这个是献血，然后加东西的，然后这个是加下面这个的，然后这边有武器问号，这个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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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没有，钱钱钱没钱了，哎呦没钱了啦！吸血不是，
然后吸血的锤子。哦。人生啊，如梦啊，工作伤害哦，哇！我是变天才会这样，三十，水波逐流，浮沉沉，这个啦。闪避现在变成无形的暗影闪避，且延长了闪避时的空档，无法触发完美翻过来。哇！我的钱，我的钱，钱没了，钱没了。冬天流鼻血，我之前也会啊，就是太冷了啊，冷到那个鼻孔里面的微血管爆掉。现在就比较不会了。哇塞！人生啊，完蛋啦！水火不溜，我要回血啊，都没血可以回啊！哇，又是那个暗影的。现在暴神都会发射火球。先挂吧，我等一下这个游戏关掉，我们就去看吧。开麦快，然后来看。
哇哦！不行，还对这只不熟悉。哎、欸，终于换样子了、欸。想问一下，现在只在 FB 直播吗？对啊。现在是的，是在 FB 直播。眷顾，这次可以解一解好了。陷阱伤害解锁吗？这游戏其实蛮好玩的啦，就是有点手残。来试试看换这个好了。好，我们先存档。系统储存并退出。建议使用控制器游玩。我也有点，我也感觉就那个比较好哎，因为 Shift 用那个什么玩又有点太 K。我觉得小雨要从蜜蜂变成鸭子了、欸，他的嘴巴真的越看越像鸭子、欸。请问，我下午辛苦两个小时在盖的这个，一个多小时盖的这个，意义是何在呢？好啦，再来挖一下鹅卵石吧。挖鹅卵石等首播。危险，我上来一点。还有什么歌可以玩？我看一下哦。我的爱，一颗梦。哎、欸，江心中。的悲伤化成繁星到天际，所以要一直什么鬼啊！他高音跟低音没有标点符号。
超高航岸哦，四四三。哎、欸，要五点了。相连不要 ，Jewel Star， 什么？如果可以，开始啦！等一下，来来来来来，暂停暂停暂停，按住左键停止。来，我们再来看画面。每次，哇，直播手哎、欸，我昨天有个，我昨天的记录档就整个是。最后第四集吧，昨天的记录档不是只有播一个小时吗？那我分四段，15分钟。然后我的一二三集都是麦块，第四集就整个是直接是首播了。我记录档就是首播，你不觉得好笑吗？点什么歌？没有。穿铁装，他刚刚穿铁装，第一次穿铁装。我去音乐那边玩一下。我在地狱呢。哦，你家玩流麦机。哦。然后不中，然后不中回去。哇哇哇！老鹰会帮我中回去的，对吧？老鹰。谁？老鹰。老鹰只会吃，它不会中、啊，烂烂老鹰只会吃啊！抓小鸡了哦，你要抓什么小鸡啦？看到有人家底下蛮多小鸡的哦哦，老鹰抓小鸡啊！左进门左手边的门吗？哦，这个、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这边笑得超、哦、超欢乐的、欸、啊！我怎么只能冲一？他找不到了。水没有冲下来吗？没有。那水流刚好八格，让我好笑的是，这个流麦机他从来没用过，用过的是因为我用过而已，他从来没用过这流麦机。算了一个，不行。
我笑最开心的是这一段，设计失败，真的。主要是因为他算到活塞了啦，感觉是这样。嗯，有任务是地狱堡垒的吗？没有，没有看到。没有啦。完了，阿基回来了，阿基回来了。你们警戒，你们警戒，你们警戒。没有我了。大家都很怕靠近你，怎么办？对耶，哈基，你开始去弄烈焰感啊那些，你该不会是要酿药水？力量药水？哇！你不说我不知道。哦，好聪明哦。哦，哈基说我没想到哎。好可怕、哦！你现在说我就做了，是吧？好聪明哦。啊，引擎就没有用哦。阿基，我准备好了。怎么了？他可不要，他不要用引擎，他全身金装，总够完美啊！他全身金装啊？没有啦，不行，你太恐怖了啦！我认识的你真的不是这样子的。以前他这边感觉会是很快、欸，怎么那么暗啊？哈基来啦！叫我叫你叫我！我怕打到你，我怕打到你。你打死我没关系，你打死我没关系。又来了，打死我！不行，好恐怖哦！你们戒心太重了。他不见了。他不见了。我要回地狱玩了。他骗人啦、啊、他一定找我啦。没有，没有，这么好，看哈基说要回地狱哦。不要不讲话、啊。没有，我再回头看你哦。没有啊，我有回应你啊。我用笑来回应你。嗯。好棒！你干嘛啦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换人了。哦，为什么？你拍到？没有，我去装他的封面。装什么？你怎么来爬 boss 嘞？怎么爬 boss？ 你好有勇气哦！你还有勇气？你知道我一滴血都没扣吗？没有。因为你的装保护级啊？保护士啊？哇，他自己要怎么打？你要怎么打？保护士哎，天哪！我是觉得你贿赂一下还比较好啦。对，你可能要贿赂他，你就给他一个钻石之类的。我觉得我要烦死你了。哎、欸，你金钟会被打爆吧？啊，对耶，不行，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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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太贵了。你会被打爆。啊，不要了，金钟会爆了。完了，来过嘞。继续玩了。你刚刚不是也这样讲吗？他不见了。我要回地狱玩了。那太难了啦，真的是太难了。所以这个不会再生新的蜜蜂了。对，死掉就不会了。所以我才蜜蜂会越生越少，所以你要赶快拿花去繁殖。好，那我要再敲掉，再重新再种一次。保育类动物哎，说敲掉再种一次什么意思？因为他们刚叮我啊。全部死了吗？对啊。哦。我养在你那边的，你让他死了！哇哇！你、欸、要不要换衣服啊？快点啦、欸！可是你也打不赢隐月啊！你要不要算了啦？这任务就不要了。没关系啦，还是挤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他想玩啦，他想玩，他想玩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打一个，打一个，打一个！哎，哈基，那你可以直接无敌去干他。可是他就没了、啊。不是啊，他保护室，你要金剑打也蛮，你可以把他 TP 过来啊。喝力量药水把他 TP 过来，那就抓紧了，拎老嘞，什么什么拎老啊啊，拎老什么？没有，对，其实哈基那个任务要到要那个啦，1.16之后比较好解。哪什么任务？因为1.16地狱不是要穿金装才不会被那个打吗？嗯、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会在地狱穿金装、哦，就不会有这样的嫌疑啦。
但是你现在解那个就不是，他只要一个金装而已啊。哦，他是只要一个哦。对，哦、我以为是要成套，所以隐约可以戴个金帽子。哦，原来是安呢。还是我啦，你走一滴血，这等像嘴巴哎、欸，超丑哎、欸。所以哈基你其实可以给隐约吃个中毒药水。你就在旁边撒个中毒药水。哇塞，然后呢，再丢个伤害药水吗？啊，不对，这样就不行，他要拿这就不像金剑啦。对，你要用金剑杀哎。他怎么带到在这？缺金剑啊。嗯。哎、欸，小雨把帽子啊。我总是你叫，然后是我死，被小雨挥到啦！我死的人不太对啊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怎么就这样掉下去？我只是看你一下而已，我用眼神杀人呢、欸，好可怕、啊！给你死亡的凝视，我觉得我不行，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。哈基，请睁眼。今晚你要杀谁啊？啊，我忘记贴那些特殊的图案了，就是有蜜蜂的图案啊。我想杀人，我是好人。你说好了，请闭眼，请闭，请闭嘴。哇塞，没有，上次不是有一句就这样子，闭嘴，好像有，闭嘴，闭嘴，闭嘴。啊，钓鱼钓不到。哦，这里有音效包哦。没钓到，我很开心。这里哈基的音效包、哦，没钓到，没钓到。原来真的是小雨，我刚把他认成繁星了。是我啦，是我啦。没钓到，他团没有钓到鱼、啊。天哪，这个也是。好。哦，有人偷我的鱼。好了，分你这个。吃拉面，吃拉面，吃拉面，大家来吃拉面喽！可以不要吗？可以不要吗？一个掉一个。哎、你都不过来啊、哦！来了，我再走，再走了，再走，再走。你可以让他血量压到一吗？一刀就解决他吗？他敢乱来的话，不行的、啊。可以的，你不要动，我们投票嘛，我们不动你啊！哎、欸，哈基，我投票。哈基，你从开始到结束，有人帮你算了，你总共这一今天就死了17次，哎，好多、哦，哇，怎么那么有空啊？怎么这么多次啊？天啊，这么有空，休息，下周再见，拜拜。小雨的嘴巴啦，要换装了，要换装，要换装了，看他，打他，哎呦。哎呦！哦，姐，这边拿弓只有他，看他。哦，收到，收到。哎呦！好啦，休息啊，休息啊，玩玩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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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。今天没开到什么车，然后都是哈基啦，在躲他。然后我的羊毛那些都还没完全盖到哦。啊啊！哦，他好漂亮哦。漂亮。他太漂亮了，我就想把他带回去干。带回家干哦！哇哇哇！哇这个发言，哇！带回家干，把带回去干，把带回去干。那就抓决定了啊！我看好难听哦！天哪，在笑什么？啊！拜拜拜拜。哦，有够难听的。好啦，那这边先开到这边，我们晚点玩什么啊？我好像没有收到通知欸。啊，我的 SK 没跳出来啦，他们今晚有报哦，今天是歼灭二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哦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好啦，明天见啦，也不是下次见，明天见啦，拜拜。那要再听那些，就再去播，不是、啊、不再去播，再去看我的那个哈，就点到结尾去听就好了。音效包，好，拜拜。